蔓渊与孔小镇相隔16年合作新电影五日举办发布会，多年后的再次相遇也让金蔓渊相当感慨。저는처음부터공효진씨랑하고같이이작품에서하고싶다고제안을했었어요16년7년전에도공효진씨는뭐제가봤을때는연기가너무자연스럽고너무훌륭했어요예그때도느꼈지만이번에도하면서독창성도있고자연스럽게표현해내는걸보고또다시한번놀랐고어떻게저렇게자연스럽게할수있을까그런생각을많이했어요相较于金爱媛的暴风称赞，另一边孔小镇却泼起冷水来，之后帮欧巴哭哭啦。영화안에서는안맞아요 성격차이가너무많고안맞아서그렇게티격태격하는상황들이너무재밌을것같아요현실에서도사실은성격이안맞아요 그게영화에고스란히담겼다고상상하시면네기대하시면될것같습니다男生女生再次合作，怎么能不支持啊？